中职34年台湾大赛昨12日冠军出炉，味全龙以4胜3败击退乐天桃园，暌违24年拿下队史第5座冠军。而10月初才来台担任味全龙开球嘉宾的日本前 AV 女优三上优雅，也在味全龙夺冠后，在 IG 发现实动态，自影片中可见她上月初帮味全龙开球，替球员们应援打气的画面。而影片中她也开心用日文写下恭喜味全龙夺得总冠军。我有担任过味全龙啦啦队应援，我一直在推特上观看助阵，恭喜。味全龙上月8日邀请三上优雅担任一日小龙女，吸引近万人进场。当时三上优雅开球投出小地瓜球，连自己都笑场。当天比赛曾两度英语暂停，最后打到超过晚间10点半，但他仍待满全场，甚至还冒雨在台上应援，让球迷大赞超级敬业。林佑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